自闭，笑意锁在心里。死复危机，命运密选，不忘忠君。中华有三宝，忠孝义，挥军少林寺，何为义？十三魂僧，合力守护唐王少林。善者自来，觉远他目露凶光，满怀杀机，佛门真的不能再容他。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佛家讲的是宽厚待人，觉远这孩子心地挺善良的，你作为法师说出这样的话就不对了。觉远不是不可以留下，只要他低头认罚，写份悔过书，承认他的确杀生破了戒，我便既往不咎。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我看这件事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还是先放放吧。方丈，少林寺历来戒律森严，现在事情已经调查的水落石出，这几人必须严惩不贷。方丈，这些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带头破戒，要打要罚都由我一人承担。韩宗，你身为他们的师父，竟然知法犯法，你太让我和方丈失望了。方丈，狗是我杀的，跟师父和师兄们没有任何关系，请方丈降罪，弟子甘愿受罚。韩宗师父，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，我因为嘴馋一时贪念吃了无暇姑娘的狗，跟几位师父无关，还望方丈明察。好了，此事到此为止，如果谁再破戒，就地赶出少林寺，大家就散了吧。从今天起，觉远去厨房做帮工一个月，负责寺内所有的食客。秦王，咬金人笨，找不到你，我只能先回去了。你保重。
们其实不用帮我。这次是我自己闯的祸，我来受罚，这也是应该的。九月，我们不是来帮你的，我们饿了。早饭做熟了没有啊？好了。这活我不干了，我宁愿挑水砍柴去。我来替你们尝尝师弟的厨艺怎么样。君远，你确定这是你做的饭？师弟，你打算毒死我们呀？全烧糊了，满口锅巴味儿。整天让我刷锅洗碗。少林寺，不待了，我离开这里。师弟，不就是做饭吗？这样好了，我们大家每人每一天顶替你烧柴做饭，你在一旁打打下手就行了。是呀，我们一起来吧。都不去练功，在这里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连饭都做不好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景浩，除了君远，其他人一概不许踏入厨房半步。另外，再加罚君远一个月，每天还要挑水20斗。别得寸进尺，这和尚我不当了，谁也当谁当。君远，君远，君远，你，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君远被关禁闭好几天，我想他已经知错了，还请师兄能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他这一次。君远被仇恨蒙蔽了心智，且冥顽不灵，本寺当初就不该收留他。如今他闯的祸还少吗？可是方丈他老人家不也说君远心地善良，一心向善吗？况且君远的人缘也不错，你看他的师兄弟们都在门外等着为他求情呢。你们都要造反吗？谭公师傅，这件事都是因我而起，不怪君远，你就原谅他吧。谭公师傅，我错了。我保证以后遵守司规，勤学苦练少林功夫。也罢，看在这么多同门师兄弟为你求情的份上，我暂且原谅你这次，绝不允许你犯第二次。若再犯，我必将你逐出少林。无香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很伤心，可是小黑真的不是我杀死的，请你相信我。学员，你们太坏了，你永远都别想当和尚。少林寺是不要我，谭公师傅也想方设法把我赶出少林寺。我要不是为了报仇，我才不在这里待着。
谁愿意当那个破和尚？什么？谭空师傅要赶你走？嗯，所以谭空师傅现在还罚我在厨房里当帮工呢。你什么时候能进武松团呀？进不了武松团，就学不了少林功夫，你就不能报仇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好了好了，你赶快走吧，赶快去干活，一会儿谭东师傅发现了又该罚你。恭喜花老爷，贺喜花老爷。哟，荣婆，你闺女和我可是少林镇的名门闺秀呀。知道知道，不知荣婆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？我花妹妹的美呀，那是惊天地泣鬼神，不嫁也浪费了。我家女儿那哪是一般人能配得上的，怎么着也得配个皇亲国戚吧。您看王大将军怎么样？哪个王大将军啊？您说还有哪个王大将军？当然是王仁泽大将军了。哟，荣婆子，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玩，我们家小女怎么给我搬王大将军了？花老爷，花牡丹嫁给王大将军，那是土地奶奶嫁给老天爷，一步登天了呀。小白，明明是只黑狗。狗是老子的，我爱叫它小白，它就是小白。你买不买？不买走开。我买我买。小白多少钱？这狗啊是最好的，30万。啊，30万，这么贵啊？我只有3文钱。去去，没钱捣什么乱。大叔，我帮您干活，能不能把这条小狗送给我？我这没活干，有钱你就把它带走，没钱滚蛋。大叔，您帮我留着它，我去拿钱回来买。这我可不敢保证，有人要买我总不能不卖吧。大叔您心情好，我保证很快就回来，我真的很喜欢它。好吧好吧，我最多等你到中午，我这条狗翘着呢。谢谢你谢谢你。小鲁班，小鲁班，要死啊你！还这么大声！不好意思，没事吧？我有事找你，借我30文钱。好端端的借钱干什么？今天我在集市上看到一条小狗，想买来送给吴霞。我身上哪有这么多钱啊？不过，我这一头跑回去拿。那就快去啊！我苦苦哀求那摊主，才答应等到我中午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。你帮我烧水。给你介绍的就是王仁泽大将军，如雷贯耳啊！你说话呀，爹。你答应了。王大将军是个可托付终生的人。王仁泽助纣为虐，杀人如麻，你是想要女儿死在他手里啊？你懂什么？王仁泽现在是大将军，将来还可能是皇上呢，到时候你不就是皇后了？我是国丈啊，你弟弟是国舅，这不就是土地奶奶嫁给老天爷，一步登天了呀？他这个人坏事做尽，说不定哪天被唐军杀了，我们要稳步超斩呢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爹已经替你做主跟绒毛鸡说好了，你就嫁给他吧。要嫁你嫁，我死也不嫁。谁去绑你，要把你绑过去。好了，我早就想好死法，吞金子，吃砒霜，剪头穿心，踩断我脖子，抱石头跳井。你说
你想看我怎么死？哎，别！哎呀，你这害人精啊！你爹这一辈子就栽在你手里了。大叔，我的狗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小伙子，你来晚了。那条狗刚刚被人买走了。怎么被人买走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都等到天都要黑了，连你人影都看不见。有人要买，我总要卖吧。好吧，好吧。那大叔，您知道是被谁买走了吗？是个小和尚。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和尚都喜欢小狗。不行，我真没用。连一条狗都给不了你。都那么多天了，程将军的程将军，你到底去哪儿了呀？哎，小哥，今天忘了带钱，能不能挂账啊？你看你长得人五人六的，不带钱你吃什么饭啊？今天出门出的急，确实忘了。你们掌柜呢？我们掌柜的不在。再说了，吃饭付钱，天经地义，找谁也不好使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这样吧，给你个机会，你到后面去打打杂，来抵这顿饭钱吧。好吧。这只小狗，怎么不许你打他主意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在山下看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狗，本想买给你，可惜兜里没钱。你别往心里去，我这不是已经有小狗了吗？你看，它长得像不像小黑？这正是我在山下看到的那条狗。是你买回来的吗？不是，是小鲁班送我的。是小鲁班。哎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小鲁班，你赚借的钱呢？我已经替你花了。什么意思？小宝，你别急，你听我说，你向我借钱不就是想帮乌霞买小狗吗？我帮你把小狗买了，并且替你送给了乌霞姑娘，你是不是该谢谢我啊？你这人，我好心帮你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你，哼，没钱还想卖人情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没做错，今天出门出的急，忘了带钱，干点活顶饭钱，天经地义，何必为这些小事怪罪小二呢？哎，哪能让公子干这种粗活？这些可都是下人干的。听见没有？还不快把这收拾干净！
福小姐姐。哎，贤妙啊，你快来看，你送我的狗越来越像小黑了。是啊，真像。谢谢你，杰妙，它很乖，我很喜欢它。其实是绝缘找到的这条小狗，它想买来送给你，但是它的钱不够，来找我借钱，我借口拿钱，就偷偷的跑来送给你了。行了，你不是又送了我一只跟小黑一模一样的狗吗？这件事就过去了，以后再也不提了。真的，巫峡姑娘，你原谅我们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公子喝茶。哦，多谢掌柜的。客气什么呀？你看我出去半天，就出这么档子事儿，我在这儿给公子赔礼了。哎，使不得，这件事确实怪在下。不知公子现在在哪里下榻？在下现在居无定所，游历到哪里就在哪里住下。最近在此地失去一位朋友，无奈苦寻许久，仍是没有下落呀。那公子不如先在我这里住下，慢慢寻你那位朋友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此处人来人往，正好掩人耳目。我这里上好的客房还有几间，房钱按普通的客房来算，也不枉我们相识一场。公子意下如何？哦，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是一个转身。